大家好，我是醉影。本场比赛阿南再战萧晨权，这一次萧晨权也是直接上了老卢啊，可见阿南的实力有些威胁到他在2002中的霸主地位了。哎，老卢先重腿逆向过顶，闪完之后跳地抢空，好机会，轻手两点前进腿 BC 开入，剪刀脚接搬运炸，一波双绊带走了。因为这个版本是风云再起加强版，所以说老卢的伤害还是很可观的。接着看阿南下一个威普，此版本的节奏和原版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老卢先跳地抢空，轻手两点剪刀脚上去，阿南血量不多啊，老卢又是两点起手 BC， 大招搬运炸，一套死。老卢只要一出马，那这场比赛肯定就不简单。接下来看阿南下一个人，阿南的莉安娜。我们来看这个莉安娜开团涡旋发射，老卢轻腿下半起手，莉安娜就刚飞地了，轻 A 上去，轻 A 确认单发溜了一个搬运之后，一波巨人压杀之后又是两点复合 BC， 哇，穿三呀开场。今天萧晨权是什么情况啊，这么的猛，看见阿南以后是杀红了眼。那接着往下看，阿南继续接臂，希望这次阿南呀能够稳一点。阿南也是主玩花式的一位玩家，这次他切加色威普加上一个安吉尔，萧晨权仍然是老卢，老卢首发，只要萧晨权老卢在手，阿南打的就会特别难打。他开场剪刀脚就搬运，你拿他没办法。威普虽然小皮鞭很滑实，可以对住调教，可是他抓不住机会也是白费。勾腿下盘 BC 逆向跳逆向，剪刀脚相杀了，大抓哇，折也行，相杀也要抓。现在感觉阿南有点无计可施了，哇，地波接 KZB， 没办法，只能看阿南下一个角色了，打得太快了。现在看阿南的七甲射，老卢逆向过顶啊，跳地压制，七甲射也是站 A， 哎呦，一波直跳，刚才很犀利。抓个投机以后，角落再开压制。萧晨权的老卢血量马上见底，只要七甲射给他来上一套，就可以带走了。毕竟是大蛇七甲射，大蛇之力还是很厉害的。接下来看萧晨权下一个人，刚才萧晨权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敢用剪刀就凹上去。好，接下来看萧晨权的威普。哎呀，威普先跳抢一波，勾腿下板攻击，空中踢上一脚。哎呀，继续跳 BC 开了，中间不断的用取消动作，使得阿南不敢乱动啊。但是阿南用闪身的方式绕到了身后，大蛇七甲射继续开怼，暴气岩浆拳压起身，一拳干掉，这一招无解。但是想压起身这个点还是不好找。接下来看萧晨权的安吉尔。哎呀，安吉尔先空中一脚把他放倒，逆向过顶下起身，勾腿多顿，哇，点了六下，七甲射又抓头了，跳完之后站 A BC， 哎呦，能不能再抓一次岩浆拳，开 BC 片抓，大招跟上，然后再用岩浆拳压起身，稳稳的放倒，看阿南能不能压得住，暴气压起身炸，阿南也取得了一分啊，阿南这波复仇呢是非常的完美啊。用了两发岩浆拳，干的萧晨权有点头疼。接着往下看，萧晨权也接臂。这次萧晨权继续选一个人加两个随机的玩法，干掉了老卢，他就要换人。好，现在看阿南的温底杀首发。今天双方都是火力全开，节奏都非常好。金馆长跳地 BC 下盘掏起。BC 向前滑动以后，他很快就套下盘，但是对手还是防住了，这就是高手过招的刺激之处啊，反应都非常快。飞燕斩少接了一段呢，好，温三绕到身后，金杰帆可是在02中的地位非常高的，想把他拿下非常困难。飞燕斩空中一脚，哇，没扛住啊，温迪莎始终是没扛住，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。金杰帆的压制还是太强了，你看阿南的东炸，阿南跑跑的这个动作很可爱呀，反向的一个飞翔脚，这就踩上去了，东炸还是无法弃手，金杰帆迅速抢招，飞燕斩必杀上天，飞燕斩没打到，一脚踢 BC 过去，又来一个三连弹腿，再出大招，
怀剑斩行者。萧承权用了一个原版迂回式打法，再加上他超强的压制，还有金家帆，这局感觉还是很无敌的。哇、啊、空中一脚开飞翔脚，轻 A 破招，一脚踢飞 BC， 迅速向前移动。中这发超杀应该问题不大，不至于被一套带走。萧承权还是有穿三的机会。好，萧承权位置反转，这个位置对他有利。金家帆两波闪现都闪出去了，跳，一脚踢，跳跳再踢。后面金馆长空中再给一脚，迅速躺啊，两点接隐藏必杀，哇，帅呆了。因为上一次阿南用隐藏拿下了萧承权，这一次萧承权复仇成功。下盘两点接零距离凤凰脚，还是加风云再起加强版这个节奏感强啊。萧承权拿到第二分，接着往下看看这一次阿南啊，用威普和萧承权拼威普。哎呀，萧承权抓住机会了，而且也成功爆气了，鞭子勾过来，又开了个 BC 双 BC， 继续皮鞭调教勾过来。哎呀，一二三四疯狂调教啊，甚至连个大招都没用。现在进入到阿南下一个人，因为威普可以开多重 BC 在角落，第二个回合阿南的有利，空中先来个波，节奏很快，双方都。哎呀，这个位置有利 BC 发挥 ，BC 连发挥了，又是一阵皮鞭调教啊！最有灵性的是还向前移动了一把。好，阿南剩一滴血。好，阿南机会来了 ，BC 的对手跳子没连住，可惜了，太急了阿南。裸个大那肯定也是没用的了。阿南心态有点爆炸的感觉。接着看阿南下一个人，阿南的雅典娜。哎呀，雅典娜厚厚撅屁股，嗯，这是什么打法啊？好像有点犀利，闪现到身后想掏，想偷招，可是还是被威普给抓住了。小皮鞭疯狂调教吧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阿南怎么回事？哎呦，隐藏必杀可以回血，我的天，不够啊，血量还多了点，差一点点血量，可惜了啊。阿南如果血量再少那么一点点，有半血以下的血量就可以释放隐藏。接下来看萧承权的草地精，哎，草地精也是萧承权的拿手好戏啊，在这个版本仍然可以一战。闪现得到中段凤凰之剑。哇，切入的 BC 滚滚滚嘞！光咬不咬，气势不是改，板边大蛇替带走了，最后3-1结束比赛。